咁呢一個就係大家我哋之前咧應該收到喺我哋入送箱嘅一個通道啦。呢、這個都好簡單，都講解我哋拆冷氣機嘅步驟嘅。我而家都好簡單咁樣講一講啦。每一部機，就算係窗口機又好，或者分體機又好，又咧我哋都要入屋嘅。窗口機就冇得講，點都係入屋咁樣去噴部機出嚟㗎啦。咁到時咧。如果譬如你想保留部機嘅話咧，譬如新機或者都繼續用咧，咁咧喺室內嗰度咧，你屋企裏邊都揾一個角落口底俾我哋擺放部機，就知道我哋外咗完咗外牆嗰個工程為止，咁到時候你會裝翻噶啦。如果譬如你哋都諗住換機啦，或者而家部機已經壞嘅，可以通知我哋，咁我哋拆部機嗰陣時咧，可以幫你等啦。咁最緊嘅窗嗰度會有個窿喎，咁我哋都會。封翻同埋接翻玻璃膠嘅，所以其實呢張相咧係用木板啦。其實我哋嚟緊會用鋁鎖板，鋁鎖板嚟封嘅，唔係用木板噶。咁至於分體機啦，外牆嗰個咧，當然裏面有個 unit， 跟住外牆嗰度都有散熱器，我哋就係主打係拆外牆嗰個散熱器噶啦。同樣地，我哋都會擺翻入屋企嘅。如果你諗住保留，咁拆機之前啦，其實我哋都會試機。係啦，呢個就係我哋暫時嘅冷氣師傅嘅試機嗰個表啦。咁咧，我哋拆部機之前咧，我哋都會試下佢低壓啊，正唔正常啊？我哋都拉翻佢嘅牌子同埋佢嘅匹數啊，咁樣做翻個記錄嘅。咁提提大家，第一輪拆嘅冷氣機咧，我哋會係拆兩部房，保留客廳嗰一部，係啦，拆兩部房。跟住保留一部客廳嘅機，係啦。咁我哋拆完冷氣機啦喎，我哋同埋做完保固之後咧，我哋就會進行打造佢工程啦。咁咧，大家見到，譬如呢一啲相見到啦，我哋真係成個外牆要作曬而家嘅適應，同埋而家嘅規劃，見到成市場咁樣喎，係啦。跟住咧，有啲業務都擔心，咦會唔會打造咗之後咧入水啊咁樣嘅？其實我哋都會喺窗邊嗰度做翻一啲臨時嘅防水，香港我唔睇擔心。同埋我哋喺大棚最頂嗰度咧，會搭個雨棚，即係斜斜呢個棚嚟擋住外牆咁樣。咁都擋咗好多雨㗎啦。跟住我哋做完之後咧，都會進行石屎收葺。而家大家可能見到你哋嘅冷氣機床底啊，或者外牆嘅部分咧，都可能會見到鋼筋啊，或者甩曬咁樣。咁到時咧，我哋要修補嗰啲鋼筋嘅。系啦，咁之后啦，我哋收好晒全部位置之后咧，同埋装晒全部位置之后咧，就会重新做一层防水嘅低档噶啦。大家都可能都担心，咦，个冷气机台点算啊？而家好似成日入水咁样，到时睇翻翻，我哋会做泄水嘅，会做波水块盖咁样嘅。系啊，跟住咧呢、这个只系 sample 啊，我哋之后咧就会铺翻饰面，系啦。咁大家可能又會見到，咦？好似層層會唔會流咗條瀨咁樣？到時睇下翻，其實每一層都有，而家都有嘅，就叫濕濕房。有啲業務我哋之前收過，咦？將佢份都漏咗咧咁樣，其實呢個係正常嘅，係啦。咁我哋鋪完紙皮石，或者我哋質檢之後咧，我哋就要進行掃後啦，因為佢磚同磚或者磚同地磚同地之間咧有個瀨啊，咁咧我哋就掃後，跟住我哋就要清洗外牆。最後我哋就會接翻一玻璃膠窗邊膠嘅啦，係窗口碰落飾面嗰度黐一層膠咁樣嘅，跟住最後就會試水啊，係啦。咁大家可以喺大堂嗰度都見到我哋一個咁樣嘅初步嘅工程預算表啦，咁大家可以就睇下嚟參考下嘅，同埋我哋亦都接咗我哋個大神工作啦。是聽日的11點是中央公園那個的。同埋我哋亦都接咗我哋搭行嘅通告㗎啦。係啦。咁我哋亦都好多隻拍片啊管理處佢哋呢都俾我哋借用一個能量場嗰個空間啦，同埋旁邊嗰個陰雲區啦，借用俾我哋嚟使用嘅。咁我哋而家都完工咗。譬如提可能啲細蚊仔啊，儘量唔好鎖入去啦，因為可能都有少少危險，擺咗啲物料喺度嘅。係啦。咁大致上我哋工程嘅簡介就係咁多啦。咁好。
我係交俾同係啊，交俾思怡你哋繼續啦。好，唔該曬大家。咁跟住落嚟咧，就由阿紅毅去購物公司咧，係即係講解翻之前一啲可能業務嘅查詢啊，或者解答咁樣嘅。咁唔該啊，黃生。好 ，OK， 唔該思怡啊，唔該大家好啊，阿常好啊，就。知道最近一段時間，大家對個工程都有好多唔同嘅疑問，或者聽到好多啲唔同嘅留言啦嚇。咁所以咧，通過今日管理委員會嘅安排咧，咁我哋其實希望就一啲關於合約上啊，或者工程上正確嘅資訊咧，通過呢個機會咧，同大家講清楚少少嚇，就唔好話我對某啲嘢可能真係唔係咁明白，咁啊產生咗啲誤會啦。嗱，以後落嚟咧，我會透過一個一問一答嘅方法咧，就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究竟喺合約上面個安排，究竟具體係點樣做，或者對我哋業務方面嗰個譬如頭先講到啲設施嘅損毀啦，咁究竟係邊個嘅責任啊等等啊嚇。咁我以後留意咧有大約十數條嘅問題嘅，咁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嚇。好啦，咁先問題一先啊。嗱，我哋收到有啲業務咧就查詢咧就話，如果喺施工期間啦，咁因為食品商嘅問題，咁造成咗單位上面嘅一啲設施上嘅損壞，咁究竟係點樣處理嘅咧呢件事啊？嗱，大家要留意啦，所有涉及因為食品商佢嘅施工嘅關閉啊引致嘅問題咧，其實喺合約入邊寫得好清楚嘅，都係需要食品商負責嘅。嗱，簡單嚟講，包括可能整爛咗你窗啊，甚或乎整爛咗你一啲熱水爐嘅散熱器啊等等啦嚇。咁一般嘅處理程序係點樣做嘅咧？咁你當然第一時間要立即通知食品商嘅同事啦，我要去到你嘅單位做一啲登記嘅調查嘅。確立咗個責任之後咧，就會做可能會安排一啲臨時嘅措施啦，防止佢有個進一步嘅惡化啦個問題啊。咁然後跟住咧，佢就會安排做賠償或者做一啲拯救工作嘅嚇。咁當然要視乎損毀咗嘅設施嘅類型係啲乜嘢啦。假設如果係窗嘅或者玻璃嘅，咁呢啲係能夠好快可以配置得到嘅。咁承辦商方面當然佢越快即係盡佢嘅可能性最快時間幫你安排啦嚇。咁如果有其他嘅同嘅情況，大家真係唔明白嘅，可以通過關管理處或者法團咧。咁就再視乎你個個案，咁我哋再俾幾次貨位嚇。好，問題二啊。咁如果假設啦，真係去到賠償嘅時間又唔同意喎，可能承辦商方面就話佢未必係佢嘅問題嚟嘅喎，咁點樣去處理呢啲爭議咧嚇？嗱，關於賠償嘅理據咧，當然一定要視乎嗰件事係咪真係真確人承辦商去引致，定還是係其他嘅原因啦嚇。咁一般處理方法嚟講咧，就係話，如果承辦商視察後覺得唔屬於係佢應該要負責嘅範圍咧，業主啊係可以通知我哋工程顧問咧去作出一啲調查，以及去判定個責任嘅嚇。咁當然，如果我哋判定出嚟嘅責任大家係唔同意嘅，可能承辦商又好，或者業主本身都唔同意嘅，咁佢當然可以尋求其他機構嘅協助啦嚇。咁我哋簡單嚟講就即係，譬如你可以揾外間嘅公證行啊，幫你去協調呢件事啦。咁我哋有啲建議嘅，各位嚇，為咗保護業務自身嘅利益啦，因為大家知嚟緊外牆嘅打造工程都會幾滋擾性同埋有一定程度嘅複雜性嘅嚇。咁所以如果真係大家好擔心，驚佢嘅外牆工作打造引致我室內有一啲破損啊，或者啲牆身裂咗等等啦。咁咧最好就你自己都做一翻一啲記錄先啦，係咪啊？咁頭先承辦商嘅同事都講咗，佢嚟緊係要做一啲家訪工作。其實佢入嚟你單位咧，佢都會為咗保障雙方利益咧，都會嘗試做一啲類似嘅功夫嘅。佢已經都係大家產生啲爭拗嘅啫嚇。咁當然啦，你有可能好多唔同嘅個案嘅，有啲單位我哋見過遇過就係話，喂，可能佢浸鬆咗我某啲嘢喎，係嘛？或者有其他嘅情況啊，唔能夠逐一咁樣去解釋每個個案嘅問題㗎啦。所以都係嗰句，先經咗我哋而家講緊嘅呢啲程序先。如果真係都好唔滿意解決唔到嘅，咁我哋工程顧問方面咧，佢想個別去協調同幫助大家嘅嚇。好，問題三啊，咁我哋都收咗有業主咧就問我哋就話，喂而家其實
唔少屋企咧都有一啲漏水問題嘅。咁完工之後，咁究竟會唔會做一啲試水嘅測試，咁嚟反映翻個工程嘅質素咧？又或者如果日後甩咗棚啦，咁啊又有惡劣天氣先發現有滲水喎，咁承辦商會唔會話呢個禮拜做完工程我唔跟嘅啦嚇？咁有冇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嗱，咁大家要注意啦。頭先承辦商同事都有解釋到嘅，試水其實喺我哋個重鋪工程入面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工序嚟㗎。咁所以咧，佢必須要進行確保咧，喺交翻場俾大家嘅時間咧，係唔會產生任何嘅漏水嘅嚇。嗱，咁今次呢份合約入面咧，其實承辦商係需要提供一個十年嘅防漏工程嘅各位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假設啊，完咗工之後又冇出現一啲咁嘅滲漏咧，承辦商係有責任咧，需要翻嚟去跟翻呢一個問題嘅啊。好啦，咁當然如果嗰個問題唔係因為承辦商引致嘅，例如係啲咩咧？可能承辦商交翻個場俾各位啦，咁點知咧？可能突然間有啲後期嘅人為破壞，或者可能有啲業務咧，佢又自己去加咗一啲外牆嘅加建設施啦。嗱，咁呢啲咧，其實係會影響嗰個防漏保證嘅條件嘅。咁承辦商就會可能會因為咁樣咧，而唔繼續提供呢個好約嘅，明唔明啊？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提醒業主啦，或者業主立法團啦，當做完一啲剝皮嘅工程之後咧，其實喺個管理嘅運作上面咧，係揸翻好少少嗰個措施點做啦。因為大家都明咧，就係、唔能夠去阻止有人搬入搬出嘅，係咪啊？或者要裝修嘅，咁但係有冇發現，即係譬如而家新建樓宇咧，大部分要做呢啲裝修搭棚工程都要申請啦，係咪？你都要交一啲裝修計劃俾管理處去批啦。完咗工之後，你都要確保翻佢相關嘅啲棚釘係咪有冇處理翻個防水啦？咁樣先可以咧確保翻我哋個外牆嗰個工程咧。同埋個效益咧，維持到一個防水嘅狀態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去互相互相承認啦。好，第四個問題啊，如果因為外牆嘅損壞，即係譬如而家有裂紋啦，啊個外牆啊，而引致到單位入邊有石屎啦，或者有設施有損毀嘅，又點樣處理啦？我翻查記錄咧，呢個問題其實我哋都答唔止一次嘅啦。喺過咁多年嘅諮詢會，我都講過，如果現時真係有呢啲問題嘅，首先個程序咧係應該需要通知管理處投訴啊，記錄咗有一個咁樣嘅個案先。咁其後咧，管理處或者法團咧，就會派員去到你單位去檢視呢啲問題，究竟係唔係屬於公家引致嘅？咁如果係有充分嘅理據證明係外牆公家而引致咧，當然法團作為外牆業權擁有人啦，佢必須要按照公契以及建築物管理條例嘅要求去處理翻，以及去賠償或者還原翻呢啲設施俾個單位業主啦。咁但係如果個問題係冇一個合理嘅理據嘅，咁即當然呢個就可能話立即就安排啦，要視乎嗰個個案嘅一啲細節啊，咁直至到有一個叫合情合理嘅充分證據，你先可以安排到啦嚇。咁所以大家都要知道咧，就係話嚟緊啊，如果後來滿分已經有瑕疵爆裂㗎啦，咁大家都要嚇諗一諗，究竟有冇證據係外牆產生嘅咧？如果你話證據不足嘅，咁我諗大家都要。我的心理準備咧，就是、可能當外牆做咗個維修之後咧，自己都要嘥翻少少錢咧，做翻室內嘅一啲石屎嘅破損問題啦，明唔明啊？好啦，問題五啊，如果處理有承辦商開工期間同工人有啲勞資糾紛啊，呢啲我諗最近呢一年其實都經常有聽到啦，新聞度啊，而導致個工程延誤嘅。咁點樣處理呢？嗱，呢啲情況呢其實就純屬承辦商內部嘅問題嚟嘅，亦都唔符合我哋喺份工程合約訂明咗一啲可以批延期嘅理據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出現咁嘅情況呢，我哋都係按本子辦事嘅啫，按翻合約條款呢，就當作呢一個情況就係冇合理原因而需要延工嘅狀況去處理啦。咁當然係呢個罰則啦。好。問題六，
咁亦都有業主好擔心咧個人嘅一啲安身體安全方面嘅問題嘅。佢就話：喂，如果有啲工人喺現場即係做嘢嘅時間吸煙啊，又咁極端地到業主有身體不適嘅，咁又點樣處理咧？嗱，我哋整個嘅建築地盤都係實施無煙政策嘅，喺主要嘅工地範圍啦。咁所以咧，我哋係唔容許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咁真係當然有話工人有時真係話上癮啊，係咪啲引導一定要整翻兩支先咁，都係點樣咧？嗱，我哋係劃定咗啲指定吸煙地方俾佢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喺呢啲地方以外嘅，又真係亦都俾我哋留意到係有人投訴嘅，咁我哋嘅權力啦，包括僱主啦，即係法團啦，管理處或者我哋工程顧問咧，有權要求多人士咧去走離開呢個建築地盤嘅，咁啊需要去揾其他人取代翻佢啦。好，問題七，呢個咧牽涉到合約入面咧，我知道有啲業主咧都好細緻去睇啲合約，係好多唔同嘅問題喎，咁樣嚇，咁係咪真係問題嚟咧？咁我哋要知噶啦。合約咧，其實你會見到嗰啲項目咧，全部都係寫一項一項嘅，入面係唔會有數量嘅 ，OK， 亦都唔會有一啲面積啊、單價嘅資料嘅。咁點解會有咁樣嘅安排呢？因為本身呢份合約嘅設計模式咧，其實就係叫 lump sum contract， 即係咩意思呢？就是、一個我一般人會俗稱為一個封頂合約啦，即係話報咗個價咧，其實唔可以加噶啦。咁我舉個簡單例子，我曾經都解釋過俾大家聽，外牆而家個石屎數量究竟真係有幾多面積會破損呢？其實呢一刻都唔知嘅。要承辦商搭咗個棚，去到我哋個外牆去做敲擊測試，咁先可以知道實際破損數量有幾多。咁但係如果你話要用一個相對公道嘅做法，實量實報啦咁樣啊，咁就變咗好大問題啦。因為可能係和市景嘅呢啲石屎結構嘅收縮上嘅，咁變咗喺業主嘅立場咧，而家嘅錢都咁大息咗啦，係咪啊？如果要實量實度嘅話咧，可能即係都未必開到量咁樣嘅嚇。咁所以咧，亦都唔係我哋林福苑專屬嘅一個合約設計啦。全香港做林業復修咧，都係普遍用呢一種叫做 lump sum contract 總價承包合約啊。咁亦都因為咁樣咧。在合約內再去提供數量面積呢，其實已經是沒有一個具體的意義在這裡了。因為承辦商不是說參照他填了的數量就去做多少東西嘛，明白嗎？他的意思就是不論有多少他都要埋單的。多了的可能我們業主就賺了，或者少了的有些講法是說可能他們賺了，但這些沒有一個答案可以俾到各位嘅，除非真系而家上敲嗰啲，明唔明啊？咁所以喺呢个咁嘅合约模式下面咧，唔提供呢啲数量面积咧，其实都系业务惯常嘅做法啦。咁如果我知道有个业主真系好想知嘅，嗱，可能我都去快知下嗰个项目点样计出嚟啊，绝对冇问题嘅，各位。其实喺我哋去年咁多场嘅咨询会咧，都有讲过俾大家听。呢啲所有各間承辦商嘅數量面積咧，全數喺曬市建局為我哋民福苑開嗰個專屬平台入面嘅。其實你可以翻去 log in 咧，即係登入翻咧，喺已經可以睇到唔止現有承辦商雲呢一間公司嘅數量單價，全數所有公司嘅數量單價都可以喺嗰個表現睇到啦。好，問題八啦。咁如果讲咗咁多啦，咁点解个标书本身就要去提供数量呢？嗱，喺原标书设计咧，佢真系要提供嘅，佢要话俾我哋听，喂，你预计每一座要做几多，单价又几多？咁个目的喺边度呢？个目的咧就要俾我哋去平衡，去报翻嚟嘅标价究竟合唔合理嘅？因为在座各位都好担心咧，就系话喂，究竟有冇俾人搵混啊？或者甚至乎出现一啲围标啊？或者而家有人形容緊有啲煙教維修嘅情況呢，其實正正提供呢啲咁樣嘅數量面積呢，就係去避免出現呢啲問題啦。好啦，但係唔需要擔心咁多位，頭先我已經重複講過啦，即使佢填咗呢啲咁嘅數量落去呢，都唔會影響呢份合約係以一個封頂形式作為結算嘅。咁當然啦，有個別嘅項目
唔係用通頂嘅，係用按量計算嘅。呢一啲學個別項目咧，我想留意完大家去再解釋一次嘅嚇。嗱，我想喺度講少少咧，就係、話今次交翻嚟嘅所有數據啦，包括呢啲面積單價咧，其實我哋喺我哋自己本身招標前咧，我哋做個估價咧，我哋已經向法團係交咗一個估算資料嘅。入面係有全面交代到我哋作為或第三方咧，去睇今次呢個項目究竟合理嘅數據係幾多。如果大家話誒，我都唔會信你嘅工程顧問，我信政府嘅啫。咁其實市建局咧，佢自己亦都有一個獨立顧問去睇嘅。今次我哋兩邊嘅專業人士咧，其實佢評估呢份標咧，都冇發現有一啲嚴重超符合市場合理水平嘅情況嘅。咁所以其實有人認為今次呢份合約嘅價錢係貫徹全港咧，咁我諗呢啲講法又撐得住嘅，好坦白講。咁當然大家需要細緻再去諗嘅，就可以上翻市局網站再參考我哋林福院上載嘅資料啦。嗱，問題九，咁我哋都留意到有唔少業主咧，佢幾擔心就係個備用金嘅。备用金嗱，呢份合约咧，其实系有一笔相对较大嘅备用金喺入边嘅吓。咁呢笔嘅备用金咧，你业主就会担心嘅话，喂会唔会夹咗喺度？咁啊，临尾走去用，咁啊系咪用咗又冇人知咁样咧？嗱，我想喺呢度咧好清楚同大家咧再去讲多一次啊。嗱，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第 20A 嘅规定咧。我哋啊，即係法團啦，採購或者要去做一個工程咧，其實都唔係立亂自己話要做就做嘅，啊，都要視乎個價錢，即係採購呢個項目價錢。如果超出法例嘅規定咧，佢要招標嘅，啊，招標翻嚟亦都要開業主大會，大家去投票決定咧，係唔係可以通過嘅。所以如果有啲講法話，誒夾咗喺度，法團點樣用都得啦，咁呢個又係唔成立嘅呢個情況啊。咁當然啦，當真係有機會涉及要用備用金啦，個程序係咪話譬如承辦商佢見到某啲嘢唔包嘅，佢提出，咁法團就要做咧，唔係咁樣嘅。第一個程序咧，佢要交俾我哋工程顧問咧研究同埋分析，係咪真係有咁嘅需要先啊？或者可能本身合約係包咗嘅。是不能夠追加的，這個作為工程顧問我們是需要去確立啦。跟住我們就如果假設有認為有這樣的需要啦，我們先會交上法團呢去考慮的。法團再根據法例呢進行我剛才講的一些招標程序。咁最後呢提請上業主大會呢就由各位去決定。所以其實這裡是有一個既定的機制啦和法律的框架呢去規管住呢個備用金點樣處理嘅，或者絕不會出現啊，絕不會出現啊！有一啲情況就係話法團中意點用就點用啊，唔會有咁嘅情況嚇。好啦，咁我頭先提到就係有一啲嘅工程咧，係需要我哋計算，或者可能會用到備用金嘅，係可以嘅。咁以下落嚟咧有五項，我亦都曾經喺去年以及今年大會前咧搞嘅諮詢會咧，我同大家交代過一次嘅，包括第一項，私人單位嘅排水管或者沖廁水喉喺呢份合約入面其實係冇特別去幫你換嘅。原因係啲咩咧？就係本身經過管理處立法團嘅資料咧，呢啲嘅管道其實你有恆常嘅監察保養機制嘅。即係話你有問題，其實就會幫你搞㗎啦。而我哋換過呢亦都唔係話好耐好耐以前嘅，係咪？咁所以呢之前我哋做檢查亦都冇發現一啲好嚴重嘅情況。所以今次呢份合約其中一個要做嘅嘢就承辦商稍後入場啦。佢就要去你單位望一望每個單位呢啲管道嘅狀態。如果發現真係有需要更換嘅，佢就會話俾我哋聽。我哋審視評估過之後，就會建議法團用一個單價嘅形式，即係每户幾多錢去幫嗰户去更換嘅，係咪啊？咁所以呢度咧係有機會牽涉用到備用金嘅情況啦。好啦，第二沙井蓋，即係地下管道嗰啲沙井啊嘅蓋啊，咁呢啲就有限數字嘅啫嚇。
咁亦都唔會話全魚呢個沙嘅一個都爛曬嘅。咁視乎到我哋到時準沙嘅通場嘅時候先會知啦。第三，外牆窗眉啊，咁啊個別嘅窗眉咧，我哋見到係爛得比較嚴重嘅，但係嚴重嘅程度會唔會話要去到成塊要切割咗去再入即重新重建佢咧？呢個都係要等佢哋搭咗棚，做咗個上呢個檢查先知道嘅嘢。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咧，亦都會以唔同方位嘅價格咧，利用地獄級去處理嘅。不過我哋以前之前嘅檢查咧，就相信要用到地獄級嘅機會咧，就唔太大嘅啊喺呢個項目上面啦。好啦，第四地渠項目，我哋2019年入場幫大家做咗一個地渠檢查嘅。咁數下手指咧，其實到今日已經4年嘅時間啦，係咪？咁啲地渠冇搞過咧，就一定係會更差，唔會好咗嘅。咁所以當咗稍後嘅時間，承辦商方面就做地渠，發現有一啲較原定超出咗嘅問題咧，咁亦都會用到地渠膠去處理嘅嚇。最後就係。其他不可預見工程啦，不過我哋嘅睇法咧，應該亦都唔會有啲咩特別嘅不可預見嘅，因為呢份圖表關於解力嘅嘢，全數已經睇曬喺入邊嘅啦嚇。好，問題十，有業主關心咧，就係話外牆我哋嚟緊會做一啲冷氣機設水喉，大家都知啦。咁係咪會幫我單位嘅窗口機駁埋嘅咧？係嘅，個答案係嘅。咁當然啦，個前提係俾個單位個窗口機有去水窿先得啦。咁自然承辦商咧就會去駁條網喉搭翻落新嗰啲中央。咁但係如果你屬於一啲好舊式嘅冷氣機，連個去水窿都冇嘅，咁你就要有心理準備咧，就要自費加一個款嘅一個接水管，然後啲水咧就會通過接水管咧再接落去新嘅中央排水喉入邊。咁相關嘅。本嘅單價咧，承辦商稍後都會通過俾佢提供噶啦，咁亦都唔會貴呢嘅幾百蚊個錢嘅嚇。好，問題十一，工程有冇設立過程罰則嘅？係絕對有啦，呢個唔需要擔心啦。今日入嘅條款啦，如果唔屬於合約可以批准延期嘅情況咧，我哋會視為一個冇許可權限後延期嘅就問題處理嘅。總承辦商咧將會面臨一個每日綁費5000蚊嘅罰款嘅，啊咁啊以14天為限，咁點解會咁咧？因為如果真係短期唔做咧，你罰到140日都冇用嘅，你都係唔同你做嘅嚇。咁所以咧合約嘅機制咧就話14日後你繼續喺呢方面係繼續咁樣處理啦，我哋就會啟動終止合約機制嘅啦。相關嘅損失咧，我將會向總承辦商去追討嘅，好唔好？好，問題十二，咁亦都關於延期方面，業主都擔心嘅。嗱，而家預計咧就大約21個月至24個月嘅工程啦。咁如果真係延期啦，咁點算咧？嗱，喺合約入面有3項嘅因素係可以准許我哋批准個延期嘅，包括第一雨水天。咁呢度已經有好清楚嘅定義㗎啦。第二，非承辦商引致嘅延誤，假如例如有啲咩咧？譬如佢成交嘅啦，一啲文料，或者佢有一啲嘢要大家決定嘅，但係時都未落到呢一個決定，咁會影響佢成料啊或者續後嘅一啲安排啦。咁呢個就唔關承辦商事嘅。好啦，第三就好極端嘅啫，其他不可抗嘅因素，好似以往我哋見到嘅一啲。政治事件啊，你做某啲工程開唔到嘅，咁呢啲咪叫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啦。好，問題十三啊，亦都各位都會擔心嘅，而家就好爭議性嘅集資問題，咁究竟我集咗資係咪等於我就要俾錢嘅承辦商咧？呢個概念咧係唔正確㗎嚇，集資有集資一回事，俾錢人有俾錢一回事嘅，唔係話我而家集幾多我就俾幾多，唔係咁嘅嚇。合約係點樣寫嘅呢？喺呢個問題上面咧，我知道有唔同嘅一啲所謂 KOL 啦，佢哋都好關注嘅，就關於呢份合約咧嗰個俾錢嘅方法，好似有啲不相確嘅地方喎。嗱，我呢度要講得好清楚各位啊。根據合約咧，冇承辦商每14天每14日啊，就可以向工程顧問申請糧款嘅。好啦。
工程顾问，我哋会按佢嘅轮胎喺现场作出核查同埋批核，然后得到我雇主嘅同意嘅情况下，即系得到法权嘅同意嘅情况下，我哋先会发出呢张付款证明嘅。OK， 即系简单嚟讲，如果法权唔同意咧，我哋系唔会发出呢一张付款证明噶。好啦，佢停板商喺攞咗呢张证明之后咧，佢需要送达法权。可以在七天内就会有权获得这一笔的款项。所以如果深水清的业主呢，其实你可以数下手指的，每14日他上单给我们。那我们就不会说有效率到第15日就批了这项业。都要经过两个零礼拜的时间去批这张单啦。跟着我们会同我们的雇主去讨论这张单的合理性。然后我们先发出这张证明书。在七日内雇主先需要俾钱。咁所以呢，其实呢个程序一般嘅经验呢，大约需时一个月嘅。所以原来有一啲讲法呢，叫做一个月一条单呢，其实就咁样嘅意思，明唔明啊？就唔系而家出面有一啲嘅留言呢，就话喺14日就要俾一次钱㗎啦，我死咁㗎啦，咁样搞法系咪？绝对不是咁样嘅情况啊。好啦。另外有嘢留意啊，除咗係咁樣嘅表現方法之外呢，承辦商喺每一期嘅輪單，就算我舉個例子啊，譬如我哋批100萬人講啦嗰張單，咁我哋發錢呢都係極其量係俾90萬嘅啫，永遠都會有 10% 呢係保留返喺我哋發錢戶口入面嘅。我哋稱之為呢個制度呢叫做資久留一。咁我目的系做啲咧，就系话唔想俾一啲钱咧，系多于实际完成嘅工程嘅进度嘅。因为如果我哋俾钱多过进度咧，系会产生一啲难理嘅诱因出嚟嘅，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呢一种嘅安排咧，纯粹嘅一个目的就系保障我哋咁多位嘅业主吓。好啦，呢一个资久留一嘅制度咧，由第一期间。去到最尾嗰期單都會係咁樣做嘅。咁去到最中期輪單，即係年工呢，咁我哋批核咗之後法權滿意呢，我哋就會支付整張合約合共95%嘅金額俾返準承建商。咁餘下落嚟嘅 5% 呢，就會進入一個叫做一年嘅保護期，保用期啦，即係人叫做保護期啊。咁點解要咁樣安排呢？因為保護期呢经历4个季节啦。咁如果真係有一啲工程嘅缺陷呢，原则上可以喺呢一年入面呢就会走出嚟嘅啲问题。咁我哋要求承办商做，我哋当然有啲药制住佢啦，咁攞啲咩药制嚟攞选型嘅制佢啦，明明啦。咁所以呢呢一个保护期呢就会去到问题14啦。关于呢个保护期嘅具体安排究竟係点嘅呢，呢一个一年嘅保护期呢将会分为两段嘅，上半年同埋下半年啊。咁究竟承建商咧有权喺上半年结束之后，向我哋同埋雇主咧去申请啦。咁我哋确认满意之后咧，系需要将啲5% 嘅一半，即系2.5% 咧发放俾仲承建商嘅。好啦，然后就会进入下半年啦，系咪？去到下半年结束嘅时候咧。承办商要向全体1984户嘅业主咧，发出一个叫做完保护期嘅问卷嘅，再次去访问大家有冇其他嘅意见或者缺陷，咁承办商需要作出跟进嘅。咁当呢啲问题全面解决咗，亦都得到工程顾问同埋法团嘅同意之后咧，最后呢2.5% 咧，先会再发驳翻俾承办商嘅，届时。总承建商嘅合约将会正式完结，咁但系唔代表话佢嘅其他嘅保养期就会结束，即系咩意思呢？我哋有10年外墙防漏保证嘅，咁呢啲嘅保证系会继续生效嘅，除非总承建商突然间结款破产唔存在，咁就冇办法啦，人哋啊。不过喺你哋今次拣嘅总承建商咧，其实喺我 background check 即系嗰个背景审查嘅时间咧。已经系曾经去调查过佢嘅成立年份啦，咁多年有冇出现过呢方面嘅一啲难理嘅情况嘅，咁所以呢我哋都唔相信佢哋会咁样做啊。如果有需要嘅业主呢，
其实可以留意下合约入面嘅 COT 04、015同埋017咧，呢三年咧都系有媒体度讲到呢方面嘅啲安排嘅吓。嗱，我哋15蚊差唔多噶啦。咁亦都大家会担心咧，就系工程监督啊，喺呢段工程期入面有几多安排点样咧？嗱，根据我哋同法团签订嘅顾问服务协议啦，我哋会安排合资格人士咧，每星期大约系2至4次嘅巡查嘅，每次大约咧2至4个钟头啦，我相信。咁亦都需要大约14至21天度咧，就要开进度会议嘅。但呢个咧系绝对不足嘅，喺今次呢个全面安排嘅工程入边。咁我哋喺咁早段嘅时间咧，其实已经建议过咧，就系话如果安排。必须要请驻地盘监督嘅，因为驻地盘监督嘅意思咧就系朝九晚六工程期咁都喺度，全面去监察住个地盘，去提供一啲资讯同埋去管理个工地运作啦。咁相关嘅招聘工作咧，法团方面而家咧系跟进处理紧嘅吓。好，最后啦，问题16，亦都系我谂最近呢一段时间比较多业主。可能会有疑问嘅，你主咧可能会觉得今次工程咧筹备好仓促，事前又话冇咨询到业主，费用又话接近天价啦，业主根本咧就冇办法得知项目内容同埋细节啦。我哋只会睇数据同埋发生咗嘅事实去话俾大家听嘅啫吓。今次嘅工程咧，其实系2016年正式申请运营嘅，接近8年嘅时间嘅到位啊。我哋同埋咧喺2019年获得大家嘅信任，到2024年今日咧，已经系接近5年嘅时间嘅吓。期间我哋嘅工作咧，接近处理咗40个工作程序，亦都喺呢个会堂或者社区会堂啦，搞过接近8次超过10场嘅咨询会啊。就算我哋有啲业主真系得闲嚟咁多次一嚟到啊。法團喺過程上咧，通過雲通通訊啦、900日電視頻道啦、問卷啦、小冊子啦，再有市建局嘅平台資訊啦，其實我哋相信咧，大家唔多唔少都應該係知道嚇關於今次工程嘅一啲唔同嘅細節嘅。另外咧，有一點大家都要留意嚇，28號大會前咧，其實我哋搞過好多幾場嘅大型諮詢會啦，都派咗文件俾大家。1月18號咧，我哋係有一次嘅會咧。其实俾大家唔设任何嘅问题嘅，你鍾意落嚟问人就随便问，你啲问到清楚先开28号个会嘅。咁当然啦，我哋见到话反应亦都冇以前咁踊跃嘅。咁但係平台又喺度啦，各位参唔参与呢，其实我哋就好难去帮大家嚟决定吧。不过个事实就係呢啲嘢真係有做过。亦都係有處理過嚇，咁當然嘅話咧，我真係好想了解嘅，咁呢個梗係冇問題啦，係盡我哋能力啦，我冇排有幾多嘅承諾話俾大家聽嚇。好啦，最後咧，我想講講今次嗰個工程方面嘅價錢啦。出面話有天價嘅問題唔存在㗎呢樣嘢嚇，因為頭先我都講咗啦，估算一個兩方面嘅專業人士嘅評估，其實而家你嘅價咧。可以讲是低于市建局的独立估算的。我都当然个方案三呢就是大家去共同投票搞出来的东西啦，是不是咁每个方案都有它的利弊同埋有它的效益的。咁既然大家决定了的，我哋都会尊重大家的选择。咁所以呢一个通过今日啲短短的10几份的1问1答呢，咁我哋对大家可以对呢个工程咧，有啲一啲唔系事实嘅嘢咧，就可以清楚了解多少少，好唔好啊？咁如果真系都有问题咧，稍后嘅环节咧，其实大家亦都可以随便发问嘅，好嘛？咁我头先系咁多啦，我交翻俾思源。好，咁今日落嚟啦，我哋都系上翻法团啦，都可能同各位业主啦，可能都系讲翻一啲嘅他哋想同大家澄清嘅嘢啦，咁就我哋都请阿副主席阿陈生啦。喺呢度多谢大家，因为冇你哋嘅参与，我哋今日所做嘅所有咁多个单位、咁多个专家、管理公司、
我哋幕后嘅义工、街坊为大家搞嘅音响系完全系白费嘅，但系因为你哋嘅参与，所以变得系有意义嘅。正话阿黄生讲参与，因为以前真系好多时候系搞咗一路，但系真系冇咁多人，冇预期咁多人参与。今日竟然系真座楼，有你哋大家咁多人参与，我好开心，好开心，真嘅。好，我再同大家讲一讲其他啲嘢。第一样，有人话点解唔系整个做个啊修修补补就得啦？点解要大剥皮啊？啱啊！我哋觉得一啲都冇错，真噶。第一次我好记得阿黄生嚟同我哋法团讲，佢话佢受到大家嘅聘请，因为大家经过大家去拣佢翻嚟噶，佢只系嚟去解决政府俾大家嘅收七零，但系经过佢嘅评估，佢觉得我哋个大厦本身因为经过管理公司嘅不断嘅保养，各个方面系可行好嘅，系可以用。我当其时只有得一个方案俾我哋嘅就系收收补补 ，OK？ 你哋有啲人叫做缝补补咁啊，个笑话啦，系嘛 ？OK， 好啦，咁点解会有个大屋嚟走出嚟呢？就系、是、正正喺一啲咨询会嗰度，有街坊都唔少啊。其实同阿黄生讲，我屋企长期受渗水之苦，一落雨我就惊噶啦。我边度边度又点啊？咁样问阿黄生点样去解决？点样彻底啲去解决佢嘅屋企嘅问题？唔系净系佢，系好多人噶，所以先至会有大剥皮呢个方案。我简单称啦，呢个叫大剥皮啦吓。好啦，喺1月28号，唔系喺一路之后嘅咨询会。两个大方向都有同大家去介绍，亦都指出佢嘅利与弊喺边度啊。咁当然啦，收补补冇咁好，对于防水嗰各方面都系一定系冇咁好。但系佢系可以解决到大家嘅收湿令，呢个真事啊。但系用大屋嚟系能够彻底去解决大家嘅渗水嘅问题，呢、这个。是大家是认同的，所以在1月28号那个大会去揀选那里，是给你大家去揀出这个大剥皮方案，是以大比数去大家来揀出来的，不是我们去揀，并不是法团去揀，也都不是在座这些人去揀，是你们去揀出来的，所以不存在正话话什么收收保护诸如此类的东西， OK？ 第二样我想讲嘅，有啲人话我哋呢套价钱啊，边度又贵啊，又剩啊。咁正如先话所讲，其实好多嘢系关于你哋个收辑嘅内容，系咪？呢、这个内容咪即系标书咯。你屋企装修都系咁，可能你同隔篱嗰个都完全同咗大家嘅想法唔同，做嘅一个内容唔同啊嘛。所以你个内容唔同，你个标书就即时等于个标书。咁好啦。你亦都会可能你屋企装修你会订出街㗎，係咪？咁搵下啲装修公司帮你去搞啦，係咪？咁好啦，正正就係咁样，我哋有个标书亦都会订出街，但係我哋经过大家同意参加咗市建局嘅招标度，係由市建局带领住我哋点样去揀，点样去招标，係由佢去做，经过佢嘅电子平台去做㗎。我哋一啲都唔知噶，所有人都唔知边啲公司入标噶。OK， 咁好啦，有咗标翻嚟啦，咁我哋点知边个贵与平啊？系咪？即系你屋企有五六间公司俾一个大时，你都唔知边个合理与唔合理噶嘛？我唔好贵与平，平嘢冇讲，大家都知贵亦都俾人搵笨，更加唔啱啦，唔好啦，系咪？咁你可能利益安排你受咩咩？搵个啲老友，佢又去做呢行，但系咁啱唔识得，冇冇时间帮你做，所以呢佢俾翻佢意见你，啊，诶、哎，哦，边个价钱系合理啲，咁你咪有个底咯，相同啦。我哋嘅黄生俾咗一个
估算。市建局亦都有佢嘅独立顾问俾出一个估算。当日1月28日嘅任生都再三同大家讲，希望大家系将市建局嗰个估算上下限几多，大约10% 到，所以就系话大约唔好系按目击第7亿啊咁样啦，贵亦都唔好贵过3亿。三啊嗰啲咁嘅损失情况，咁就大家都好聪明啦，就出先打到而家宏远呢一间公司系3亿上跌 ，OK， 咁所以唔存在，我觉得真系唔存在，我哋俾人贵，我觉得系合理，呢个先系最重要嘅啊！大家应该好明白，平嘅冇好啊，贵嘅自己俾人搵笨，所以经过两个嘅专家估出嚟嘅嘢，我哋去跟。呢、这个合理啦，好。OK， 跟住落嚟嘅，我想讲嘅，好多人喺度讲话，我哋法团咧独裁，5% 嗰啲居民唔理，唔同佢哋开大会。我话俾大家听，绝对不是，调翻转头，反而系我哋系我喺云福苑为大家服务，亦都得到大家支持啦。当然，如果唔系做唔到啦。咁啊，都成20年都有。喺呢个20年里面，经历咗唔少嘅5% 嘅会啊，唔少。最重要有一次系我最初初入嚟嗰时候，嗰、那个污水坟之后嘅一件事，我唔唱圣洁唔讲啦，一个良性嘅街坊啊，咁啊搞得都好大件事啊，咁。其实呢所谓呢个5% 之后呢，跟我上次嗰时候呢，律师嘅意见呢就是叫我哋去每一次呢都要去查清楚签名嘅人系咪真系业主囉。佢哋签嗰时候嘅意愿，因为我哋听到嘅啲业主同我哋投诉呢，佢签嗰时候听到嘅嘢同佢之后召集人俾我哋法庭嘅嘢系两码子嘅。咁所以呢律师嘅意见就是叫我哋去查清楚。咁所以可能喺嗰度呢会有啲时间嘅阻滞啦，我哋搵场地啦，咁所以可能会迟咗些少，但係係好快又开过好多次。我想在所街坊係识得呢嘅等入去咩嘅大呢个知㗎，唔係我讲，唔係只得我去讲㗎。咁所以我觉得唔存在我哋有咩独裁呢一样嘢啦。咁所以不过喺度顺便提一提啦。1月28日大会之后，是有一个林姓的业主向我们提交了一个5% 的如果要求开居民大会，他外用里面如果大家都讲埋，他外用就是要求什么查起我们啦，就是简单一点将我们这个法庭的旧其实实际上一届，因为我们今次是新一届来的，相对上一届的法庭要理佢啦，甚至要将1月28日嘅决定又要废除啦，嗰啲司法处理啲嘢啦。咁但係喺过嚟帮佢要諗住要点样去查沙啦，去搞场地嗰时候呢，唔知点解喺一定嘅时间之后突然间我哋係全部取消，自动取消佢呢、這个5% 嘅要求。甚至佢有向法庭，向呢个土地审裁处去提交告我哋嘅主席嘅要求，都想消化，所以我就系变咗无需要开嗰一次嘅居民大会啊！所以大家要听，要知清楚，唔好俾人哋误导话我哋系独裁，嗰次系佢自己取消噶，我唔知点解，不过有。我有个朋友佢都喺咩网嘅我所以我都冇为热衷㗎。咁佢又提我话喂左多伦有个 ICAC 拉咗班咩个乜拉咗班嘅建筑公司又涉嫌违标。好似有间公司喺1月28日有入标㗎，有入标我哋云福苑㗎喎。仲都几多人解佢㗎，好似唔知叫进咩公司咁样㗎。咁啊我话系咁。呢个是多余啊，大家听咗算啦，咁有咩是与非嘅，你哋自己去决定啦，好嘛。咁我因为我冇呢方面嘅资料，不过人哋咁讲我哋识先同大家讲声啫。好啦，咁关于交钱嗰个间距问题，
即係集資嘅問題啦。咁正話阿黃生都講咗好多噶啦。不過我呢度我都想講咧，講嘅其實喺1月28號之前咧，阿黃生咧都要同我哋法團啊、管理公司都傾過噶。因為當其時你知道大家嘅選擇係乜嘢啦。咁但係 Lucky 一個係收收保保，對於嗰、那個。集资是绝对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钱多与钱少，大家应该好清楚呢样嘢。咁工程，大家想去快啲完成啦，因为拖长啲去完成咧，亦都对呢个集资嗰个间距啊，嗰、那个即系个时间嘅长短咧，亦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嘅。咁不过当然啦，我哋都系喺法团嚟讲啊，希望最尽快搞啦，希望减低大家对大家居民嘅滋扰啦，啱唔啱啊？咁好啦。但是最重要黄生即是我哋嘅顾问公司同我哋讲，我哋好重要一样嘢係我哋唔可以因为冇钱而影响到我哋嘅付款。因为咁样呢其实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工地欠薪嘅问题。到其时有六个大字大家可能会见㗎啦。咩有汗出冇粮出嗰啲咁呢咁我当然俾我啦，不过好似某一个某一个地方会出现咗。好啦，咁啊，仲有一样样嘢，如果系冇钱嘅话咧，除咗话系空地咁简单，咁啊自己嘅字就算数之外，我哋嘅总承建商即系宏业，亦都有可能因为我哋冇钱而去诉诸法律。如果到时真系有呢个事发生嘅话咧，咁。就大家就可能会负上一个赔偿嘅责任，咁所以呢个系我哋绝对绝对法团唔想见到嘅嘢嚟嘅。好啦，咁啊喺我哋睇集资嗰度咧，其实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哋嘅奖，我哋呢度都出一个老人村啊，可以41年啊，其实系41年啦。咁其实我都系由后生到而家70。我都是老嘢。咁因为有好多啲老人家啦，或者有啲真係经济上有问题嘅住户，我哋係预计唔到㗎。咁但係我哋都要去諗呢，就係佢一定会影响到我哋喺集资初期临时初期。因为佢哋可能会去提向政府提出安全贷款啦，资助啊各方面啲嘢啦。咁但係呢啲资助我可能咁快会返到嚟俾佢哋。咁所以佢一定会对我哋嗰个最初期嗰个时候嗰个资助咧，会有一定嘅时间嘅影响。所以呢度都系我哋要去谂谂点样去搞得佢好啲，所以令到嗰个集资嗰度咧系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喺度啊。咁好啦，喺1月28號开大会嗰时候咧，其实我哋嘅阿黄生啊，佢已经向大家咧系讲清楚。亦都向大家交代咗各方面每一个方面话嗰个预算啦，佢嗰个集资嗰个码系几多啦，咁所以其实呢啲大家系好清楚嘅，至于当然有参与嘅话，咁好，喺呢一个佢亦都喺大嗰个大会度咧，亦都系同大家去交代咗一样嘢咧，就系佢亦都讲明最快咧。会喺3月或者系4月之间咧，就已经可能会开始集资嘅。当时系有讲过嘅，而每一个间距咧，大约系1至1.5個月，系1個月至1.5個月之间，已经同大家讲咗。咁喺现场嘅，相信有参与啊，或者会低一个或者方面啦，或者有时都未必要记得晒咁多嘢啦。咁但系喺我哋之后咧，喺我哋嘅我哋。宏福通信啦，我哋嘅会议记录啦，都有向大家交代。只要大家肯睇嘅话咧，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每人知一二噶。咁呢度即系希望大家将来咧，多啲去留意宏福通信啦，我哋嘅各方面俾大家嗰啲派来嘅信箱俾大家嘅资讯啦。好啦，咁啊喺法团喺4月嗰时候咧，就正式同宏业正式签合约啦。咁我哋法团呢就即刻就安排第一我哋嘅户口啦，银行户口啦，即係证明你哋大家喺支票或者本票上嘅代号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
呢九個字，其實呢九個字呢個户口呢，唔係屬於我哋呢幾個委員或者係主席我或者副主席呢一集，其實係屬於大家喎，係屬於1984户嘅大家啦。呢個户口屬於大家 ，OK 啊，一定要清楚。所以有人講咩利息咩成，呢、這個利息亦都係屬於大家，係擺喺呢一個户口嘅紅寶仔裏邊嘅暫時。因為而家錢面係多嘅話咧，我哋只有擺喺個活期裏邊啊。如果你話咩要定期黑嘅，其實啊將來要睇情況，因為我哋一路都會攞多錢又會支出去嘛，所以我哋一定要睇翻，我哋好小心嘅處理呢個問題嘅。好啦，咁啊，咁六期嘅优化，系啦，好啦，呢度跟住咧，我哋除咗话要喺嗰、那个户口开咗之后咧，我哋当其时都系同我哋咧法律顾问咧系指示佢咧要草拟嗰份集资信啦，相信当到而家好多人都清楚啊，会收咗份律师信，其实只系一个通知大家，由佢去帮我哋去草拟呢一份咁嘅信件嘅啫。啊，喺度使唔使律师信啊？俾热钱。好啦，多谢你哋啊，一阵再问问啊，再谂。好啦。最终喺大家最终系喺个六月咧就向大家发出呢个缴款通知啦，大家亦都清楚啦。咁未曾能够即系按时去交嘅啦，呢啲我哋都会同他人咧会点话帮大家去处理啦。咁呢个或者啲困难户啊，各方面嗰啲嘢啦。咁我谂我都唔再多讲咁多啦，我或者希望阿黄生会将呢个集资嘅问题睇下可唔可以再有咩补充啦。阿黄生唔该。OK， 好，多谢阿陈小姐啊。都有大家对个集资嘅安排有小意见啦。其实我哋今日准备咗咧就尝试从数据上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呢、这個集資期點解要有咁樣嘅安排，或者有冇機會再有優化呢？嗱，咁我交俾我工程經理阿楊生咧，同大家去講下嚟緊集資啊，我究竟幾時要俾錢，同埋俾幾多好嘛？好，各位啊，睇下服務啊，當然啊，都同翻大家都講下個集資會點解咧？會點樣會分咗幾多期？就大家都可以喺个表都睇到啦。第一期嘅你哋嘅集资，当全个屋苑，记住系全个屋苑，如果夹晒出嚟嘅咧，就系6,731,904蚊。记住系每个单位，如果夹晒先有咁多钱。但系大家头先都听到，可能啊，阿黄生啊。或者是法團啲老友記都講翻，有啲困難户未必達得到嘛。究竟第一期係咪集到咁多錢呢？未知數，真係未知數。假如承辦商準時，我哋聽日開始動工啦。第一期估計八月要搞嘅糧單。大概已经去到个银码1,700万。假如我哋第一期咁多嘅住户夹晒钱，记住系咁多嘅业户夹晒钱，我哋估计呢头四个月就喺第一期可以俾到承办商嘅。所以大家会睇到第一期大概系1,700万，第二期嘅粮款系1,400万，第三期嘅粮款是1,500万，第四期的粮款是1,600万。这个的粮款是怎样计出来的呢？就按照承建商的工作计划表计算出来的。那这个表其实现在粘了在每一座的大堂。那你们所以会看到整个流程，承办商总数整个工作的流程就大概21个月。那每一个月承办商做完跟住会上粮单，咁我哋审批㗎嘛。咁所以得出嚟呢就大概第一期八月左右到，我哋咪要批粮，承办商咪要攞钱。如此类推，咁你可以计算得到每一期粮大概我哋要俾一次。所以假如第一期
大家夾錢係成個屋苑夾到出嚟嘅6000多萬。如果真係夾得到呢個銀碼，喺第一期集資可以俾到第四期，頭四個月嘅樓款，而此類推。咁當你第二期集資又集到呢乜嘢銀碼，咁咪可以喺5、6、7都可以俾到錢咯。而此類推咁，我哋計算出嚟咧，其實我哋最巔峰嘅時間要俾錢咧，就大概係喺2024年12月到到2025年嘅大概3月中，當其時係會最峰、最高峰噶啦。8座一齊會展開工程噶啦，牽涉嘅就係會有打座泥水嘅工程都會展開嘅。咁大家咪可以因計算得到每一個工程我哋要俾嘅銀碼，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你哋係咪每一期可以真係集資到咁多錢？我相信唔會咯。咁所以係咪仲可以再有交化呢？呢個就可能要交翻俾法團去再去同大家去商討。只不過我哋作為顧問去計算得到你哋每一期真係個工作進度要俾幾多次，係已經係一啲算咗出嚟㗎喎。咁所以大家要睇翻，如果唔夠錢，承辦商出唔出到糧呢？所以呢個亦都要大家都要諗嘅。所以呢個要交翻俾你哋法團再同大家去商討。我交翻俾大家。我冇補充嘅嘢啦，係啦。其實喺投資件事上面咧，我大家都知咧，就係從最頂層咧喺建築物管理負責，其實係真係有規管到法團有個好嘅財務管理安排。我哋嘅擔心咧，頭先在座幾位都有講到嘅啦，通常唔夠錢俾，而產生嘅法律後果咧，其實呢樣嘢大家都要好認真去諗。咁所以按照而家環境成交嘅進度，我哋做呢一個嘅所謂預算工程調估出即係俾錢嘅方法咧，其實大家細心啲去睇啊。第一期先阿爺經理講咗啦，6730多萬。佢能夠走咗上四期嘅啫，咁但呢度有個前設嘅全部嚟講啊嘛，咁好啦，我哋當攞個 buffer， 我當有70%居民夾，好嘛？70%居民，其實大約你會夾到4700多萬，你大約一票股咧，可能走咗上3期嘅人單，即係會直至去到10月，係嘛？好啦，如果喺法團嘅立場嚟講，佢係咪要起碼知道自己有幾多錢喺個袋？能夠找到張嚟緊嘅可能3、5期嘅單，佢先能夠知道有個條件去勾發後面嘅集資期啊。咁所以到今日為止，其實真係未試過，亦都唔知有幾多會去申請呢一個債款或者市建局資助。咁如果我哋嘅預計係冇咁理想嘅，可能全面得一半人集資嘅啫。咁呢度講係講緊係找到頭兩期單嘅啫喎，或者可能偷跑呢啲咁屆時。又點樣呢？因為工程其實開始嘅啦，咁我知道有啲嘅講法就係話，咁你咪叫個工程遲啲先開咯，唔好搞住咯咁樣。但我哋要明白，呢一張標係講緊上年嘅標價嚟嘅，當工程話真係簽嘅，我哋就有個合約責任，要盡快喺合約期完成呢個工程。咁如果喺框架下面我哋達唔到嘅，我哋又係會有一啲法律後果。咁所以其實，我問個承辦商，喂，你不如就下我哋啊，攤長少少去做得唔得啊？因為喺佢哋嘅立場，佢要買料，佢要講定佢炒價錢，係嘛？佢如果佢要諗緊攤長嘅，可能佢嘅利潤成本又唔同嘅。咁喺咁多制有下，佢哋有呢個盡快幫大家完成好個工程。因為你睇啊，我本身我哋預嘅360日一隻嚟嘅，其實而家呢度最短嘅 schedule 咧係講緊21個月，其實已經比原定嘅縮窄。我目標都係希望盡快做完，搬完俾個冷氣，盡快俾翻佢用用啊！咁你會睇到嘅嗱，而家雖然真係比較熱嘅，咁好啦，捱多一陣，去到10月11月，其實就啱啱楊經理都講嘅啦，10月11月到明年嘅3、4月係咪？就將3、4月啊最高峰嘅時間嘅8座起碼，盡快幫你做好曬卧牆，還原翻個冷氣設施，呢個喺
25年嘅夏季糧之前能夠有幾多復原到嘅循化復原翻？其實嗰個目標就喺呢個位度。咁所以冇難得嘅任何一樣嘢啊！大家譬如全體意見都覺得係要延長嘅，咁我諗法團亦都唔會話堅持嗰一種嘅做法。但係我哋要平衡咯，各位係咪啊？即係我哋唔使執出嘅，喺某一邊嘅講嘢嘅，係嘛？咁所以得同唔得？利與弊，我諗喺我哋立場，今日都同大家分析曬個情況，翻去再思考一下。如果都係覺得，仲係個聲音都係想優化嘅，咁大家有機會有好多條件可以提出嘅。咁我相信法團方面都會考慮。咁但係我諗萬大事都要及咗第一條先啦，係嘛？第一期即將會喺今個月尾至，到時我哋就會收到真係攞咗個數據幾多份。會借少或者要做派錢等等啦，好嘛？咁所以我曾經喺出面過嘅大會都講過就係話，我唔會一刀切話一定得一定唔得，但起碼上咗第一期數據先啦，好嘛？好多謝同阿顧問黃生嘅分析，知道你以為收到幾多錢同埋唔夠錢嘅後果，咁我一個嘢先啦，顧問公司點先啊？我唔係顧問公司，我家業主嚟嘅。啊，只不過咧，就喺維福苑咧，都做咗咁多年嘅八八船嘅嘢，就叫人理解啲。啊，大家都係街坊，大家都想得到最好嘅利益，係嘛？同埋咧係保護，點樣可以順利啲去做做嘢咧？嗱，啊，啱啱我哋咧都同事見到。同阿娇姐，大家喺即系咧都开咗次会嘅，啊，即系讲下啲嘢，听到啲业余嘅分析。咁喺我哋嚟讲咧，最紧要就话第一期嘅集资个结果怎样？即系当其时咧，亦有啲街坊话：哎呀，我申请贷款，我可能咧就我都系平分噶，啊，平分部咧。阿阿游生咧讲上话，你提亲佢咯，你起码攞五万，再加埋我8万嘅13万嘅真嘅俾啦，俾好少钱啊，13万啊，我少讲啊吓，我真系咁，但系即系提亲佢啦，但系佢真嘅即系有钱翻嚟咧，唔系啦嘛，因为市建局嗰个章节系分四期俾你定噶，就算你有13万。唔俾接驳俾我13万你嘛？咁我四期系点样俾啊？系个嘅工期最多，你做得期越多，你做咗3分之1，你3分之1，你做得多咪俾一半咯。但系首先就话，咪你集资先啦，你用钱，你开唔到工，你嘅工期都未，你总算有嗱系有，但我唔知道系有期越多。是真的第一期都俾唔到錢的嘛。咁但係目前為止，雖然我成兩個星期多，啊，我哋加咗仲有機會去攞多個資源都係有幾多户加多次啊？如果截至到今日呢，我哋發現嗰邊呢收到大概380户，咁集資金額就要係1300多萬。嗱，380户都唔夠20%係咪啊？但當然啦，訂到期啊嘛，我啲老闆都話，誒，你傾傾，都未到期，咁都要快俾啦。我哋就到錢，你當然到期啦嘛，到期先啦，係咪啊？咁我希望佢第一期翻唔到結果。既然嚟講，如果我哋真係有80-90%嘅人都俾咗錢，真係啊，我就可以灰心處理啊。所以我都準備咗我哋啊。設咗個賣完錢，俾咗個錢去錢，究竟你會唔會搞到錢？你係咪有困難交唔到錢？我哋都起碼有個數據收先，但到第一期集翻嚟啦，我哋先再處理。啊，點樣處理咧？你真係要有個錢先得，係咪啊？如果唔係，你知啊？不過我哋通告機理咧，佢提到屋完全喂。到目前為止，有幾多業主係申請貸款啊？即係冇錢啦，難噶啦。我想説真係，你講講有幾難啊？
如果根據屋宇署攞呢嘅資料咧，咁截至到上個禮拜五咧，我哋橫幅院申請屋宇署一個樓宇安全貸款嘅數目咧，大概係20多個案嘅，20。但係好少啊，20個，所以我好啊，上集第一期除咗啲貧困户可能包括第一期，同埋呢啲係要借錢嗰啲唔得喎。加埋啦，我相信如果嚟夠有80嘅，唔知係第一期攞到錢定唔得大有機會，因為我哋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啦，可能要滯後少少，大家寬鬆嘅處理，因為我哋都有錢啦，可以俾錢啦，我使乜快收大一錢啫？咩咁啊？係咪咁啊？所以實事求是，就唔係話有啲人喺個 Facebook 上，哎呀咁樣好多人冇錢啦，睇事實啦，我哋辦事啊，我嘅資料噶。系嘛？小義工做緊義工，緊張過你點解啊？啲資料啊，點解緊張過我哋啊？最多錢俾嘅唔係我哋嘅，係市建局啊！每部我話出以上嘅，起碼有5萬啊！你計唔數啊？我淨係呢樣嘢啫，我講100萬，5000、2000部，聽驚啊！你聽。系咪批人啊？系批人啊？系咪啊？写呢个喺台度讲清楚啊！批人啊！我多谢你话啦，你系自荐嘅议员，除非你系自荐嘅，你系60歲以上，而家你有5萬。如果你唔够60歲，四萬。自愿要几多？你几多份？讲得好好清楚，仲话咧就话，哎呀，我冇得钱，咪就还啦。阿刘生说话，喂，一句真字啊，即系俾你哋噶啦，福利嚟噶嘛，要还都唔得意嘅。啊，跟住仲话，嗰啲阿伯佢租80萬蚊，好似成日加居埋维修，要同高家冇关系喎。你哋不教情真，唔系噶。是跟东家的咁当时呢你都有钱了你咪即是东家仲有咁讲及即是唔教你咪你私人嗰啲囉。嗱私人装修搞清楚啊唔係私人嗰啲免费装修係即扣上一石都落嚟啊你係啦嗰啲先可以生生得成㗎咁就係现成我哋大维修你即係与以先到嗰个数啦。系啦，10多萬要大量加搞半日得咯，系嘛？系讲得全科，所以真系要十千场嘅水平，我哋都紧张，我都紧张，都交易市场啊，申请啊，冇错。O K， 嗱，我都讲埋啦。我哋都出过好多资料都查得。求前局做出转头咧，系第三次嘅跑步会，寻日讲咧系第四次嘅跑步会，都讲得好清楚。9月份先至可以申请个原本人嘅津贴，即系话嗰4萬或者5萬蚊，当其时市建局会派申请表嘅6月1日嘅信息。费事你就加啦，交你加交，佢收系费噶，谂咩啊？佢唔同你讲工钱噶，佢讲得好清楚。我人手有限，冇年份嘅啫，即系呢啲嘢噶，系9月你唔系讲咁清楚啦。方才叫人等数啊，系我讲清楚系咪啊？9月你就俾阿大家，跟住讲100萬蚊咧，系啲叫做攞出门啦。做一句好唔好嘅，唔使话咩攞中户啊，唔使咩嘅，总之你嘅资产系60歲以上嘅资产系唔超过128就可以申请。如果你两夫妇咧，就好似唔超过168，系嘛？168就可以申请啦，系咪啊？咁如果咩资产系少少，即刻有人问嘅，我资产点乜嘢？系指你有几多钱？或者定喺第二度，如果有问题，肯定你冇公司赚嘅交易纸啦，吓吓嘅股票啊，投资嗰啲咧债券啊，
即係嗰啲嘢咧，係自己嚟嘅錢就係啦。後面仲講一樣嘢喎，哎呀，我咧仔女一定結婚同我住埋一齊，佢都有打工，或者有兩三萬嘅幫人住咯。得，你生仔就唔係子女啊，係嗰個單位嘅業主啊。你仔女嘅收入唔關你事，除非佢嘅收入入咗你户口，啊咁就冇計啦。咁俾你講就係你錢啦嘛，係咪啊？如果唔入你户口，佢自己嘅唔關事。喺股上咧讲得好清楚，资产系你新主人接主嘅钱，你咩仔女啊，如果嗰啲唔关你事，佢孝敬你，除非你钱摆你户口，唔摆你户口唔关你事，系咪啊？我想寻日咧，你又讲得好清楚，如果参加完之中，都可能有个其实我都记得下啊，我都记我唔记得。一定金眼星期三星期五仲有呢啲會，我哋一座一座咁樣清醒啲去傾咧，大家係明白好多，係咪啊？所以咧，我都上到抽時間同大家分享下我哋知嘅知識。仲有一樣嘢，嗱喺政府嘅最近嘅一個指令之下咧。需要我哋有一个叫做关案，而家监关案做咧就系我哋嘅事业顾问啊，黄碧娇议员佢有负责，同埋林少康议员负责。昨日咧佢好大嘅承诺，你即填表啊，冇问题，嚟揾我免费。喂，我要管理处收。收幾廿塊喎，冇其他公家錢嗰度冇人收啊！但佢咧有政府贊助啊嘛，免費。就算你人哋收咧，我同你免費，冇所謂。之後你借錢又好，到將來嗰個業主嚟到尊重，佢可以幫你哋教你哋點樣填，都係你自己識嘅，就填咯。或者市面嗰啲你信即係信聲啦，實有啦。系嘛？你唔识嘅就揸住佢，揾大专之后佢就以为大专先帮手啦。或者你估得住低嘅，我哋嚟咗帮咗，我哋就帮。我哋唔够人手嘅，就会自己带佢关爱组一个团队帮大家手。老实讲，我哋系业主代表，本身都系业主，梗系希望我当啲着数，我当啲人哋帮咗我哋啦，系咪啊？有啲落落去咯，又食咗，有啲食咗幾日，就喺度記得嘅，係嘛？我一睇收錢紙，1983年印過嚟咯，係咪？我哋都大嗰家都離開咗我咯，都移民啦，剩翻佢老嘢喺度，唔知啦，移民即係攞做啦。男都家都會用，可能我因為睇得麻麻地啊，即係講嘢咧，可能唔夠清楚。我盡量講咗啦，咁喺度咧，如果大家仲有咩問題嘅，大家提出嚟，大家討論去商量去解決問題，然後喺解決問題，團結先至力量。我哋呢度係團結共融，唔係話你指我鼻哥，我指你鼻上，有咩意思啫？係咪啊？好啦，多謝各位。唔该晒顾问，咁呢一节落嚟啦，咁就到啲答问嘅环节啦。咁就大家请即系都注意翻啦。咁今次嘅答问环节啦，只系限于呢个大维修工程相关嘅问题啫。系啦，咁就如果冇问题咧，大家可以系举手。咁有个问题，反正我系有同事啦，大概即系佢第批。唔好意思，我想有少少补充嘅，其实你哋喺你嘅信箱先嚟录。已經應該收到呢一份咁嘅，我哋已經係我哋經理做嘅啦。市建局資助簡介會內容已經好清晰，張正話阿經理顧問佢講嘅嘢咧係記錄咗喺曬呢度，你哋大家可以詳細啲參考下。如果我有問嘅，再問好嗎？多謝大家。好，繼續翻嚟。申請得到啊，都。8万加5万，都要10几万。咁就咁我依家叫人喺度。不过佢啲钱又。跟住就嗰边啦，都系两次人。
我卖俾你。啊，同事，你照拍一拍先，呢边问咗问题先啦，唔得。自己以后要呢边。我要事。可以縮短，同佢縮短啲，因為其實三部機俾你拆咗兩部啦，即係空氣輪會好流通啊嘛，加上其實三個窗啊嘛，咁同埋其實你係包拆嘅，包唔包窗裝翻，我哋會用兩個窗。其間你要做方式，係實地都有咩出嚟？所以我就。唔好意思啊，大家先做翻一個問題嘅加工啊，請繼續。我呢個啊，咁成間如果真係有需要再，我打個電話去問佢，嗰日即係問政府嘅，真係幫翻你，可唔可以暫時攞牌咧？因為我見你三爆佢人啦，佢話追趕嘅時刻咧，我覺得你必唔係唔可以俾翻好我哋放翻去你嘅話嘅咯。咁其實我喺個你個分窗咧，成件事咧，我覺得你呢幾日係有一個合資格嘅開咗啲現場，佢哋嚟先啦。好多好重疊嘅工程問題咧，由我見到我哋話嘅咧係可以按翻個時間嚟批行佢哋安裝翻咯。呢個係大嘅問題啦，呢個嘢係。咁第二就係噪音問題啦。咁你開工嗰個噪音咧，其實係要係朝頭早幾點開始？九點鐘啦，去到夜晚入得幾十幾日，其實你每日得三個鐘頭咁去用嘅。咁期間其實會唔會有一個防塵嘅措施咧？啊，盡量減少個灰塵入去，因為有老有嫩咧，瞓唔到覺嘅，要收六十歲嘅。你一日開三個鐘頭又屙嚟啦，你日作嗰個時間係幾時至幾時啊？所以我你明唔明白點解我？我哋廁所都有嘅，可以去揾埋。我本人嘅 T M P 嘅，出面轉左部，之後我開窗啦。Hello， 咁第三個問題咧，幾點個問題啊？我係發到嗰個發邊個聽緊住？係，發邊個？你好啊。